全转风，2018国际农业机械技术展览正式开始喽！20号到22号3天，在沪北高铁特定区举办。那总共参加的厂商有将近400多个厂商，将近500个厂商。然后摊位有1250个的摊位左右，已经历年的参加的厂商跟摊位数都要明显的多很多。那也有来自各国的厂商，大概有20个国家的厂商来参展。那目前的生产的设备包括配有最新的智慧型工业，包括有遥控的喷药机，或者它的效果是可以做现场监控的无人飞机，可以做达到有效的吸收。那这台主要能够喷的。